呢一支2021 ICT 配備案例 MC 第三題，呢一題咧舊年都係51% 考生答啱。咁呢題問關於 ASCII 曲，不過咧現 hexadecimal 16進制，咁啊俾咗兩個字母啊，大家 X 同大家 2Z， 咁就話咗俾你知咧，大家 2Z 個 ASCII 曲咧現 hexadecimal 咧係 5A。咁佢調翻轉問啊 ，X 咧呢個字母咧個 ASCII 曲係乜嘢咧？咁我哋知道咧 ，ASCII 曲咧其實跟咧字母次序排噶嘛，即系咧好似一條 number line 咁樣咧表達落去嘅。咁呢個意思係5A， 咁咧 Y 咧就係5A-1啦。咁 A 咧係 hexadecimal 咧係代表十嘅意思，咁所以呢個就係59啦。咁 Y 咧自然就係58啦。咁留意咧，呢個係十六進制嚟噶，唔係59喎，係59呢個咧。亦都唔係亞八，而係500。所以咧，如果500呢個 number 咧轉翻十進制咧，呢個五係要乘以16嘅，八咧就乘一嘅啫。所以如果用十進制表達咧 ，X 咧其實係排第88嘅。不過咧，題目就要求係 hexadecimal， 所以答案咧係500。答案咧 C for cat。